影响什么东西了？你说我穿成这样，我穿成这样咋了？就是怎么样的拍照？拍照，但是我的事情是我个人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景区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什么负面影响吗？我又不是做生意的。他又不是代签。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安保人员有点他们的措施。